再挑战一次，对。好。OK。今天还是尽力先带走一只好了。哦。之之后再带走右边的好了。这里主要以水珠跟木珠为主。哦，听将全体攻击。当然开始有点痛了。怎么不但按龙石解放？你这问题问得很好，因为我想要用临时抽的队伍通关啦。临时抽的龙队挑战看看。哦，顺利的带走，没问题。这边来到第二个阶段咯。第二个阶段这边其实这一队没有压力，在这边我们也是慢慢的磨过去，因为其实我们血量算是蛮多的。他血量没有想象中多，所以应该可以。哎呀，呵，这样子好。没塔队，好，等一下来试试看。水珠没有水珠，我们开个青龙好了，让我们速度加快一点。这样子好。这一队主要就是，如果说你没有龙队的话，可以没有很好的龙队，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这一队，对，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这一队。现在睡了，晚安晚安。血肉石之灵是抽吗？基本上就是我的这队的概念就是你不用带石抽的卡片，对，你可以用占有的。主要概念是这样啦，又没有水珠了，真糟糕。有骷髅头在这边，我们必须要消。OK， 然后我们这样就可以补血了。主要是以打它来作为吸血的那个。好，这边。毒龙的技能是木护魔两倍，对，没错。应该要用水的，水的我没有练，所以你可以换成水的会比较好。的确是这样，没错。呀，失误。哦，快见底了。对，等一下血量好了。手残，手残，手残。这个有点危险，因为没有。火珠消不掉啊！火珠消不掉啊！这是不是故意的？不给我火珠天降，好像每次都很故意耶。好，火，欸，我消了两个回合，没有任何火珠。说这个扯不扯？我们只能这样死掉了耶！没有任何的火珠哦，没有任何的火珠哦。你看，开始有火珠了啊！好险好险，我们还是救得回来的。太夸张了，这个还好，我们适应力是蛮好的。
哇，惊险惊险！感觉光队过了，基层都来了，精神差不多。好，过了过了过了。那这边来到第三关，第三关那边火珠，这边比较麻烦一点了。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把爆发全部送给他好了。对，我们刚才的时候也是在这边开爆发，开青龙，然后开查理宝，再开这个巫说，剩下的增伤留到下回合用。化猪有木猪太哎、欸、水猪太好了呀，没带走啊，没带走哎、欸，第四关啊，好行行行，好先瞄左边的鸭血，鸭血。这边想要好 ，OK， 至少下回我们还有强化珠。啊！不，开一个回复力。技能，希望可以活得下来。天哪！哦，这边。嗯，不是很好看。等下再开爆发。先把星柱留下来。哦，木柱天降掉了。这个好，这一关感觉是定生死了耶。打得那么惊险啊，目前为止打得好惊险哦。好，是我那个操作错误了吧，感觉像是这样。哦天哪，一直要死掉，结果还是没死。有人用水岩零食吗？我不知道，有没有水岩。好，那这边顺利的来到第五关。哦天哪，好紧张哦。第五关这边八 combo 以上，六 combo 耶，我们做一点 combo， 这样子好。哎，这个叠珠叠的不错，叠珠叠到八 combo， 哦，等于算是手转八 combo。呀呀呀！八，哇，天降到八 combo， 太好了！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我们这边可以磨好了。这样子，差一 combo， 但是 OK， 它的那个附加效果没了，所以这边我们会比较轻松一点转珠，那我们就磨过去吧。对，差不多了，你要通关的节奏喽。
节奏，修复给刚刚的节奏。OK， 七八，不要磨好久哦，磨超久的。好，这队倍率好低，没办法，临时抽的队伍啊，你要要求什么？因为这队真的是倍率不高啦，对，不否认这件事情。安安 ，Hello， 你好，陈安。陈安好像在说早安的意思，哎，陈安在说，哎，早安，早安这样。是五六七，这边很稳定的磨过去了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安安加红 ，Hello。现在感觉半夜人比较少了，但刚才感觉人好多，就是感觉打个招呼都好难。刚才在蹲什么？不知道。下星期什么地狱？我还没看呢，我不知道。对，这个我还不知道。先转，先转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天哪！只不过下个星期我应该是会去别的地方开台哦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六七，一开实况就看到阿红在实况，哎，一开 YouTube 就看到阿红在实况。Hello， 那个易维，易维安安，哎，支持阿红了，耶、yeah, ！你好，你的名字是什么？哎，小小爱吗？好，然后第六关终于磨到现在啦。这边保险一点，我们先开个回忆生命力，然后慢慢打他。对，先磨一下子，然后等到真的不行，我们再开爆发。对，至少磨到一半血量吧，因为他打一万多实在是没什么，是没有什么致命伤。对对，这对来讲算是还好，我们可以磨一下，保险一下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真伤带到下个轮头了。七六七八八根狗，基本上也是没什么压力啊，在这边。蹦蹦，嘿，七八八根狗，至少磨了一半以下的血量。上次看是。黄衣 and 火神哦，就上个礼拜而已嘛。开始打了，你有点痛哦。好，哎，差不多了。哎，这边没有。好，我就在这边开爆发吧。青龙，查理宝，乌苏拉。好，名字念完了。那剩下的爆发下个回合再开吧，省着点用。这样子 ，OK， 整完了是没问题。把龙克给开下去，好，应该是不用开龙克了。算了，开了就开了嘛。把光珠全部滤掉啊。
哦，这样子应该是可以带走吧？喂，哎，不要这样吧，大哥。哎，我以为带得走哎，啊，不要。那皇冠这边只能洗技能了，一定要洗到全部跳起来了。好，OK，我们用叠珠、叠光珠的方法。慢慢的打过去，啊，一定要可以啊，我不希望在这边死掉。哎，可以先补一下血量，就还蛮危险的，我先补一下血量好了。这样子好，不错不错。哎呦，天降母猪，太棒了！这边洗一下技能，OK，洗的目前还不错。希望可以通关这一队，我磨了好久哎。今天要全神贯注啊！好，叠光珠，不错不错。技能是有办法洗到跳起来吗？好像有办法哎，应该 OK，应该 OK，这个还蛮稳的，太好了。原本还以为有危险之类的，目前看起来没什么问题。我要吃一颗，我的是失误。算了，这队好难哦。魔技能失误，对，没错，失误。啊，刚才什么都没看到，好不好？这个版面好漂亮哦，应该是可以开爆发了吧？哎，还不行。5、6，啊，终于可以开爆发了，然后水珠也够。水珠这样子好像还是有点差哎。再洗一回合好了，还是开爆发好了，反正我们应该是可以过啊。回血，回血，不需要回血吧？因为反正我们这边一定会有伤害。好，我们直接来转。知道怎么转了，哦，这转的还不错哎。6、7，要通关了吗？哇，终于！啊，天哪，终于通关了这一队，
临时抽啊，你揍得我很痛啊。好，临时抽，花一颗石头啦，那颗石头是15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OK OK OK， 好，那在这里顺利通关喽，顺利 Victory 通关了，太好了。OK， 我这边解完三个成就了。好的，这一队也是顺利通关，没有问题。